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。这次我们加了一个可动眼，就是玩家可以在他的后脑通过一个工具去调整他的眼球，选择了一个更细节度更好的，有肩甲，有身上各种的配饰，然后做更多的好的产品出来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悟空系列，包括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更好的经营出去。